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的娱乐视频。郑爽依旧是顶级流量，但她的新剧《青春痘》收视率和评分都不太理想。围绕着这部新剧的槽点很多，比如有些人认为剧中的青春与现实不符，有些人又觉得《青春痘》以郑爽、王秀竹等组成舞美，虽然个个貌美如小仙女，但是剧中的男生颜值不理想。其实这部剧还有不少未出场的男演员，今天就来和大家说一下《青春痘》还没有出场的帅哥和演技派。其中一位更是搭档孙俪翻红。在青春痘中，郑爽饰演向真，还未登场的三位男友关山是由演员王阳出演。作为出道十余年的演技派，王阳不仅长得帅气，也演过不少代表性的影视剧，青年医生里急诊科王博等。王阳还参加演员的诞生，在节目中大秀了一把演技，受到了许多网友的关注。与王阳合作过许多次的任重也会在郑爽的青春痘中出现。剧中他饰演的是刘玉，目前还不知道人物设定是什么。作为演员，他上一个轰动一时的角色是与孙俪合作的《那年花开月正圆》里的赵白石，赵大妈的魅力打动了不少人。与任重合作过多次的还有《青春痘》里的另一位帅哥张铎，他帅气的形象、不俗的演技，让他在许多影视剧中崭露头角，比如说《我的青春谁做主》《新神探联盟》《青年医生》等等。看了这些还没出产的男演员们，颜值是不是也被均衡了？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